连续的互相得分，后场一分，漂亮，这个球太有意思了，机会有手转攻，机会连续的两拍，往前，看这球还是给到后场，机会，漂亮，漂亮，突然给后场，并没有发力，机会，加冯彦哲和任翔宇能不能坚持住，能不能把握住机会，机会，连续三拍的扣杀之后，体能可能就有些跟不上，经验体现的淋漓尽致，一点这球还有，说双方的这个对抗激烈程度真的是很接近，是，漂亮，机会，这个球如果能拿下就太漂亮了，还在僵持当中，漂亮，哇，这球难度太大，机会，有没有？漂亮！漂亮！
确实两边的实力都是很接近。对，漂亮，飞身扑救。直接出界了，非常的不容易。冯彦哲和刘翔宇是战胜了郑思维和刘雨辰。我们看到最后的话，这个胜利应该说是来之不易啊，在非常这个不利的情况下挽救了两个赛点的情况下，而且不是在这一